近日，赵丽颖时尚芭莎拍摄花絮曝光，颖宝化身水中优雅的精灵刚柔并济，眼神像一个战士那样坚定，却有着水般的纯粹与柔软。颖宝身穿立体感十足的连衣裙，尽显完美的身材曲线，宛如水中的美人鱼，眉清目秀，神色自若，冷酷美丽，把女性的坚强和柔软融入一起，演绎得恰到好处。颖宝穿着吊带裙在水中浸泡，双手水中缓缓玩水，眼神柔情似水。赵丽颖在月色下在水波里优雅荡漾，眼睛永远那么光泽，就像月公子说的，眼睛像星辰一样灿烂。赵丽颖宛如黑色的精灵与蓝色的水面融为一体，充满神秘感，似水中的贵族，优雅却不张扬，